为博雅很早就有跟我讲到，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换不一样的位置去尝试看看。我比赛没进球过，所以我可能今天有机会可以创下第一颗进球。我想说球到中场，我是要蹲下来绑鞋带，因为我都会偷瞄，就会眼神对到，我就不会吧？博良在起脚，来不及，那球只戴了一只手套，感觉信哥应该会站得出来，怎么样？我吊他一个，但没想到就是反应那么快。博良比较有良心啊，不像有人啊。流了那么多汗，就知道我多渴望这一个进球。健哥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支球的经验我很多。如果你有什么困扰，可以来问我。